好的，现在玩的是《大航海时代四》，然后现在外面在下大雨啊，风好像也蛮大的，外面有杂音啊，有的话我也没办法。然后上次我收台之后，又加了一个克里斯丁娜，这个应该上一轮那个就有录到了，而且我觉得对话都一样，就老爷爷加入嘛，老头加入啊，佛利奥他加入之后，然后突然说他的孙女在伦敦啊，去伦敦就可以收到克里斯丁啊。哦，然后记得我好像浓到200万对，然后船都换成西班牙方形。大型西班牙方形帆船，哇，难记哦。我怎么白痴哦？我怎么又自己跑出来？救命啊！没有按到出海啊！它浓的话，我是这次是在三个港啊，布鲁日，然后南特，还有阿姆斯特丹。然后我那个觉得有两个把他抓去弄舰长了，我等一下把他赶回来。今天大概就到处跑跑收一下人这样吧。然后那个非洲那个可能也不会把他打死啊。这一轮我打算用权威压嘛，打算啊，不一定真的是这样啊。先把那两个舰长弄回来。在哪里弄？船屋，任命舰长。咦，不能用五哦，这样就交给水手了。这个要自己丢吗？参谋不行，甲板，这个可以参谋，礼拜堂都不行，木材室。是这样，这样也可以吗？啊，只能丢木材室哦。厨房、医务室也不行，现在等级都太低了。26、32，他们去当舰长等级没有比较高。好吧。克里斯丁娜几等？看一下。27，为什么这次等级特别低？ 19， 好吧。然后这个公证进度还在。就乳酪啊，小麦啊，有什么麻织品啊，他们交易来交易去啊。麻织品好像比较好赚，可是它好像好几个月才会刷新哦，是不是？两个月吗？我不是很确定。然后我要去哥本哈根啊，有一个叫什么蛙哥的，什么蛙哥，我又忘记名字啊，那个名字没有必要记嘛。反正就是要到哥本哈根去。什么朱里安，我宝物我买完了。今天大概也就到处跑啊，收一下人这样。这个已经没得买了，这个也没得买了，这个没得买了。他们动作好快哦，这么快就买光光了。好吧，我要去斯德哥尔摩，跟汉堡去看一下那个同业工会有没有卖宝物。我又有一个新的，好的，两个非洲圣乔治。
哦，没宝物。喂，喂，剧情哦。哇塞，突然下很大。一个顶两个，怎么整才能把他们赶走呢？你也不知道。占有率变成零。交战，嗯。其实用坏话比较爽，交战还要担心被打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交战的什么时候？居然？好吧，买买买！我要他的那个主要是在这边哦、喔。哎、欸，我可不可以用停战啊？怕一不小心把他打死哎、欸。好，给你留个 10% 好不好？就没钱了。交易卖掉。靠，我该不会出去就被他堵门了吧？上面我记得是用鱼或铁矿石啊，随便啦、啊。要不要先来个停战，把他打死，这样没办法用威压了。奇怪，为什么这个剧情也是到处被人家宣战就对了。喂，广场，飞天鹅，这是什么？阿姆斯特丹附近有个宝物，这样确定计划。哇，现在那个数值太低了，只能领导舰队跟制作假文书。不能用坏话、啊，好吧，就先这样。会不会出港就被打、啊？虽然那个船超烂，还没有那个战列舰。欸，我好像可以做战列舰的阿姆斯特丹。突然想起来，毕竟我都投资成这样了，但是我还是用西班牙大型方船，大型西班牙方型帆船。我、哦、这个名字怎么这么难记？商业好了，啊，这个港口我就拿下来啦。KO， 然后钱就喷光光了，我的钱啊，这边没了。机车，哥本哈根。哦，开打咯，等等，我水手怎么那么少？有事吗？炮击好吗？也只有两门炮、哦。好吧。哦，先这样。你看那么烂的船，我不会被他打爆吧？哦，对对对对。一开始应该这样就可以虐菜了。说好的权威呀、啊，结果在这边用大炮。再来。哦 ，KO。有自动航行，我们当然是用自动航行嘛。哇，下面的要自己开过去，两侧两人。交易哇。你这样都不是我排的，他又乱掉了。刚才没用制定，不关。欸，居然，为什么我的副官都跑去做超反手？为什么厨房要摆人？唉，还是我把厨房拆了。厨房就省一下食物嘛。咦，还是省水。
还是有其他哦，我不知道的作用。我已经破一轮了，还不知道厨房要干嘛。喂，换一个东西。咦，铁矿石。啊，我从之前那个港搬过来。大炮，大炮。诶，啊，我来这里怎么没有剧情？剧情呢？哦，在酒馆。突然。诶。修船被钉子划破手。哦，手套。还要自己搜索。诶，水手不足啊，刚才我有被他的炮打到。我的卢比克被人逃跑了。这三艘小破船能干嘛？我要不要跟他停战啊？不停战的话真的把他打爆就哇，我的钱50万不见了。还我50万！哎，我还是送一下，看有没有送个停战文书吧。不然就这么把他打爆了，要怎么权威压？威压好像还要拿到霸者之证才可以用啊。哎，是不是不应该玩权威压？自找麻烦。哎，我这里要不要晃一下？没有，没有。看一下，应该没有了。虽然旅馆还没有过去。哦，去这边的同业工会跟他来个停战好了。还是一定要打爆啊？不可能吧？不会有一定要打爆这种事吧？我已经势力第一了嘛，所以这么容易就势力第一了。圣乔治，噔噔噔噔噔，发送交涉文书，停战，耶！还有我们停个战好吗？一封不够，要不要第二封？算了。哦，交易交易。哇，这边因为我的占有率太低了，只能买4个，好可怜哦。一封应该会成功吧？没有成功再说啊。一封也不便宜啊，1000块啊。忘了买东西。哦，10000，放大镜，买个东西也升级。5000，没了。哇，我再去地中海的同业工位晃一下，买一下东西。东晃晃，西晃晃。哇，只有4个，应该不会赔钱吧？我是铜矿石。价钱没有多、哦，铜矿石在这边居然没有价、啊，他该不会不同意停战吧？不要逼我把你打爆哦！这铜矿石真的怎么会这样？还是那边的物价太高了？加咒。
欸，他真的不停站哦。这样捞过去好了。欸，不可能这么久还没送到吧？再送个停站。啊，又要浪费1000块。嗯，1000欸，欸，那个东西就赚1000。毛织品，这毛织品超赚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欸，这个陶瓷器就不一定啊，可是如果买卤肉的话，好像又不太好。哎，哦，停战，停战，停战 ，OK， 搞定。啊，我要离开这里了，再去地中海晃一下，然后非洲新大陆，我觉得我最后再去好了，因为我觉得新大陆一去就会被开战，啊，这才赚1000，然后这个毛织品超赚啊，2000多。不懂为什么啊，超赚的洋枪好像也不错赚啊，可是我这附近没有武器可以洗。欸，其实应该确定完再来买，这样这个价钱会更低。可是已经这么低了，算了。哦，我要去外面晃了。晃晃晃。喂，欸，你很扯欸，刚停战又跟我宣战，欸，对啊，欸，你好扯哦，知道我要离开了就这样搞我，好吧，这样再回去停战一次，欸，你好扯哦，欸，我知道我在这边赚钱了。好扯哦！不要逼我把你灭掉！找啰嗦，哇，这么凶！找啰嗦，好哦！哎呀，居然！但要啊，还是要放过他，不然怎么玩权威呀？哇，这么凶！欸，欸，可是这样好像我在这边赚钱浪费时间哦。我想想，又在刷钱哦。这么凶！你就剩8%而已，这个要给我宣战，是不是应该来个清算，然后再，哇，哇，清算，清战，欸？唉，真是，欸，我现在不知道可不可以组地方舰队，好想组一个哦。地方舰队，哇，不行，没有人超过150啊。确定计划。还是只有2招，等级太低了哇！哎呀，休息好了，不要移动了。咚！喂，友好度加4，哦，停战了。靠，我要继续加友好度吗？威亚好像也要友好度够高啊！啊，加加加加加，都加。哇，我可不可以一边坏话，然后一边加油好度这样？
那坏话好像也不会掉有好度嘛。喂，睡三天，再睡三天，哦，加三，喂，原来这可以加等级哦。嗯，噔噔，这样多少了？80了，34，哇，好难加哦，现在34。弄到50好了啦。哎，50一个加3，所以要5次。这样就5000块不见了。好的。一边骂人，一边送友好的。是啊，再给多给你一次。哦，6次。不管了，我要离开这里了，应该不会再宣战了吧？虽然你的港口被我买了，剩下一个，就困死在那个地方吧。交易，我觉得200万好像不太保险如果又被宣战的话，这个真的头很痛。哇，小麦星星705，可以卖2000块吗？还是可以卖2000多？加三，加三。哦，这次真的要前进地中海了。2，越加越少。哦，所以越后面加的越来越少就对了。3，还是那是随机的。啊，不知道啊。47应该不会跟我宣战的吧？哦，这个跟其他人关系都这么好。刚好50算得真好。其实根本没有算好。刚好2000。没有两，没不多也不少，刚好2000。里斯本、鲁洛应该也可以卖吧。盐巴不行，其他应该都可以。因为里斯本我记得也有盐巴。还没有出礼拜堂，不然我觉得可以，不是啊，礼拜堂还没有人放得进去，不然来放个流行的话，可能赚钱的速度还可以再快一点。上一轮完全没有试流行，就已经结束了。买个东西，哦，东方见闻录，我现在副官是谁啊？他不是参谋啊。我看一下，看一下。费南德比较高，好吧？居然，他现在是副官了。说明力。安杰洛可以丢哪里吗？到处试试看。好吧，好像这样最好了。制定。给你吧，既然你是副官的话。东方见闻录，然后交易，你这边要小麦吗？我已经换成鲁洛了，哇，这个鲁洛大赚，2000多耶。我的钱又回到200万了。我的是那个剧情跳舞的，这个上一轮也有看过，快速玩过。然后去西班牙就没有那个哪一个啊？那个什么艾米利奥，因为一开始就加入了。是有没有剧情我就不知道了。
还要手动开哦，算了。看到要手动开就很懒惰。喂，到，但是还是开过来。哥本哈根的酒馆，不想回塞尔维亚。哦，这是那个一般的霸者之证吗？看一下，这教堂开的条件好像可以用酒馆，然后也可以用那个同一个工会的任务啊。超像。哦，这是宝物的情报。你是不是要获得情报之后才能拿到宝物？哦，魅力加一。喂，干什么？又开打哦！不要这样好吗？西班牙无敌舰队，明白了就此退出。塞尔维亚市场占有率，不会啊，是他下降不是我下降为什么？好诡异哦，这游戏坏掉了吗？他刚才是100%嘛，然后突然变99%，这好吧，搞不懂啊，这是 bug 吗？下降结果是下降他的哦。教堂。我应该没有地图就直接看到了。哦，古代十字架。装备品。好吧，这个不能过去。哈哈哈，莫名其妙。他扣他的占有度不是扣我的，好难理解啊！忘了卖东西，算了，我都有赚卖。象牙要小心，那有时候那个价钱会超级高。你晃一下吧，虽然我觉得应该没剧情了。然后等一下去非洲，我要跟他停战。还是说干脆不要全威亚了，有点后悔要全威亚，感觉好像蛮麻烦的。还是其实玩到后面就很容易，没什么差别。可是我如果七个霸者之证拿完。回阿姆斯特丹啊，不要去皇宫就没事。或者说是不要回总督府就没事。阿姆斯特丹是总督府还是皇宫啊？好吧，我忘记了。就盐巴没有赚，因为这边有卖盐巴。我擦，赚4000块。去下一个晃一圈，然后把之前没钱买的宝物买一买。20000块呀！彩色玻璃小花，这委托有什么购买交易品？哇，结果他没有给我任务。所以这里的遗迹要用那个酒馆女郎开。大斧。这边好了。到时候要这样绕下来。可是其实那个地方我可以过去的吗？不过我觉得可能过去然后进港的话又跟海雷丁开战蛮麻烦的。哇，这个盐巴这么值钱。哇，这个港好诡异哦，盐巴超值钱。
诶，少买一个。那明明是海港啊，为什么盐巴那么值钱？橄榄油都赔钱，都赔钱，重复了三个。我去雅典。哎，忘了把每个地方都晃一下。啊，算了算了。哎，没事。洞窟村庄的地图。旅馆应该没有了。哎，忘了卖东西。橄榄油重复了。哎，葡萄干也重复啊。伊斯坦堡。哇，可是我如果要这里的占有度的话，还是。不知道我如果要这里的那个霸者之阵，还是要冲到市一值第一啊？嗯哼，我现在第二而已哦。哇，综合市一值4000，要多少？1600哇，还是要用那个计谋搞他？算了，我先把人收一收，然后要。在那边计谋，然后加友好度这样吗？对，看现在友好度多少，50、29，喂、欸，所以巴鲁迪斯军快跟我开战啊！这样不太好哎、欸，加一下吧。巴鲁迪斯军，咦，这个人在哪里啊？唉，要花钱做外交啊！诶、欸、啊，我刚才什么都没说。诶、欸，我玩几次啊？5次吧，6，按个10次好了。诶、欸，诶、欸，诶、欸，哦，不行，已经按满了，原来那个按的满哦，我以为可以无限按。确定计划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哦哦，两个是有那个站到同样位置的，计划跟那个交涉文书是共用那个共用数量的、哦。哎、欸，我没买东西，这边按半天东西都不买，哦，转。这每个港都只能买这一点点，好可怜呐、啊！倒不如不要用了吧。好，决定了不用了。哦，收下了，加3、加4，升级了。你可能那不是副官。加3、加4。哦，一海雷丁的50。只是先不要管他了。蹲，哦，太夸张了。哇，好吧，不能进去。哦，好烦哦。所以我进去就会被开战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亚历山卓的通通都没有了。诶、欸，这样就直接开这里了。啊，离开地中海，然后去非洲了。上次是小三板啊，完全不敢打了。这次应该可以打一下，不要把它打挂就可以。
我应该不可能被打挂吧？现在他们有大型西班牙方形帆船吧？应该没有。哎，因为看着念，所以这次没念错。现在还没有高速航行哦，还是什么？还是高速移动？现在那个测量等级太低，只按取消。喂，没有水，没有粮了，继续开，不要停，继续开。喂，停止了，好吗？没办法，继续自动航行，它会停下来。买。啊，还是其实我应该找个地方刷一下等级，不要收完人再来刷。如果有试刷一下那个刷等级，好像不太方便啊。好像有另外一个方法是要找一个有温泉的地方，然后你的水手度弄很低，在那边一直探索，然后到时候再说。欸，这轮应该会用一下吧。不然要全威啊，那个数值不够，没办法威啊。好像是要200，然后，然后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来着？然后那个参谋的宝物要装满，我觉得可能要数值要300才能用威啊。喂，真小，存那个档。居然就停在这里哦，哇！我忘了换甲板，看一下，烂船，还要换吗？换一下好了，给点尊重，要不要扛他？哦，这好像在欺负弱小，为什么上一轮遇到那么强，是在那边浓太久了吗？哇，欺负弱小。超喜欢欺负弱小的，舰长，相信奇迹，我相信，赶快给我装备，快来给我装备，奇迹的炸弹项链。没错，我相信奇迹，装备给我，然后。制定好了。炮击手是谁啊？费南德。哦，给你。炮击手是吧？加52，现在是超多，差不多加了三分之一吧，接近三分之一。交易也不对，制定。存档啊，反正公正定进度掉也没差，因为可以用改的。如果没掉就一直用啊，如果掉了我就不补回来了，破关之后再来补，因为那个然后公正进度破关有八点嘛，那八点我还没有来试一下哦。还是说我其实有12点，因为那个普通破关4点，不知道。如果收台之前我还记得的话，就来看一下。上个港口忘了买东西，算了，忘记了。他现在剩下3个港口，这里记得还有一个，然后圣乔治，哇，剩2%，居然，我要先送停站吗？还是先加个友好度，然后去把它港口站完了，再来停站，有没有？这样会不会有点卑鄙？我投资哦，留个10%，我应该就打不死他了吧？
只喝水才被我弄死，也太扯了。哎、欸，啊，不是这里吗？哦，酒馆，酒馆，杰克斯，我们就是杰克斯汉堡。然后要回汉堡，我觉得我绕一圈回来再去汉堡，虽然我可能会忘记。买买买！哎，我们加一下友好度，莫名其妙。哎，是这家吗？西鲁韦拉，是这家。哎，我们家有好多哦，然后我要去占你的港口了，这好像哪里怪怪的。加个友好度，然后我要占你的港口喽。诶，还不能，还能不能加？加三。你这样会不会剧情就错过啊？错过就算。喂、哦，帆船讲座，可以啊。四角帆是横帆，适合顺风。哦，三角，三角帆比较慢这样。这个其实上一轮也看过了。我怎么觉得好像没看过一样？哦，要讲完了啊，不管了。不能自动航行，这边还有一个港。诶，这边好像也有一个。噔，加油吧！喂，拒绝了，拒绝了，拒绝了，居然，哇，被拒绝了，正式，诶。我是送错了啊，没有吧？诶，为什么友好度只有四？宇宙无敌低耶！哇，这什么船？烂船！哎呀，战斗战斗，都忘了改啊！然后不应该追他啊，我把他打剩一艘好了。好像不应该用追的哦。追的话刚好不到要炮火放，可是不会痛啊，随便啊，打我都不会痛，超痒的。哎，剩一艘船，诶，这好剧情哦。哦。不管了，竟然收下！哎、欸，拒绝了！哎、欸，又拒绝了！哎、欸，又收下了！所以连送这个都不一定成功，友好度太低了吗？What？你该不会真的要把它灭了吧？没有理由！啊，我的头很痛哎、欸。哇，这边宇宙无敌低100，我操，1000块可以买20，好扯哦！这如果他来打的话，一下就打掉了，武装度100，开什么玩笑？水手，我是不是应该去雇一下水手？至少把旗舰补满这样。哇，好快哦！啊，这个港买完，我们再来停战，这样会不会有点卑鄙？哇，逆风了，还没到。哇，还是空白键比较快啊！就把那用 tape 把那个红色框框移到那个半开全开上面。算，好像还是有点麻烦，但是至少比手动在那边转转那个帆快多了。
都投军事啊，因为不打算做生意啊，全部都投军事。欸不对啊，我刚才忘了买东西。欸，为什么 ？What？ 他解散了，好吧，权威压 GG。靠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好吧，我权威压计划已经 GG 了。我的，他不是还有 10% 哦？怎么一下爆掉了？好扯哦！不科学啊！为什么？好吧，既然他挂了，那就算了嘛，对不对？好扯哦！这边什么都没有卖哦，这游戏这样对吗？好啊，这样权威压计划负一，唉，马上计划就爆掉了。没有测量员。我不是给他留了10%哦，怎么都打两场就爆了？两场嘛，对啊，他一场不是扣2吗？为什么要扣10啊？好了，除了这个家伙以外的权威压，这样就不算权威压了、啊。好吧，算了，这是黄金呢，全买。因为我黄金放后面，虽然有黄金买是很爽啊，可是，计划破产，权威压负一啊，那就是没有权威压了嘛。一个失算了，他怎么那么烂啊？这不是都应该留一个舰队，然后有一趴这样，他直接完全没有。好啊，才第二次开台，计划破产的。后面就尽量用威压，尽量，我没有试过威压是怎样。这样也不行哦，舰队太强也是个问题啊。其实也没有多强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还是要手动开咧。现在是不是逆风？哇操！应该不会死在这里吧？开邪了。不行，可以，斜的不够斜，真怪怪的，开斜的，快多，他真的要中币了，对不对？好嘞。中三咯，这样可以再斜一点吗？老鼠，没水没粮食了，你有老鼠，这里还有一个村庄，这里有村庄啊，好的，这里有村庄我之前都没发现哦。好的，原来这边还有一个村庄就对了。抓老鼠哦！我是不是应该先把那个猫拿起来？我记得猫在东南亚，不然这抓老鼠好烦哦。看可不可以找到那个猫啊！天哪、啊！
我恨抓老鼠，抓不到啊！喂，喂喂喂，有这么难吗？为什么我都点不到？咦，还有一个哦，喂，哦，抓完了，妈的，好坑，还是弄一只猫比较好啊。你看那个村庄好像不能休息，所以疲劳度很高。哎，我的人窝，我觉得我来偷看一下那个猫的坐标。哎，哦，哇，这边不能开航线哦。哎，不行啊，我要航线啊。哇，你开回去头很痛欸，身手很疲劳，休息一下好了。我先偷看一下那个猫，猫，欸，这没有，猫，不然我觉得我等一下就忘记了。突然好像有什么东西忘记的感觉。欸，哦，对，我又想起来了。结束之后要用那个什么点数了。哦，黄金色猫，印度羊，扣起来。亚丁港上方河道，这个攻略不错。我已经忘记哪里找了，哈哈哈。哦，印度羊，好像这样我应该会记得吧？忘记的话就之后再去找嘛，也是可以。我上一轮就没有用猫啊，也是可以破啊。手法啦，所以这中间还有一个村庄啊，可以补一下粮食跟水。好，我明明都用剑招在开船呢。哦，顺风啊，还是我的那个船舱没有改。对啊，我现在也不怎么交易嘛，我反而把它改成通通都是那个，也不行啊，这样会没钱。我现在没有地方舰队，突然想起来，上一轮是有地方舰队那边赚钱。哦，跪逃咯，哎，这现在也有啦，独占的城市跟宝物，说法啦，东非第一大城交易城市哦，药，什么药？你啥诱惑啊？麻药嘞。咦，我上次有遇到这个剧情吗？哎，酒馆有人要加入了吗？我是人妖，靠，我又开战了，我会不会又要把他打爆了？哎，毒瘾来着。要开战了吗？所以易安，我，哦，这个是之前的第一个地方舰队的舰长。咦，这个剧情都一样哦，就头像不一样。哈哈哈，哎。就头像不一样啊，剧情都一样。那我要快速按过啊，养出一把剑来 ，QQQQQ。哦，有两个字不一样，主角名字不一样。哎，不对，这样是五个字。
哇，他要丢哪里？134，哇，超高。不是123，命中134，丢炮台算了。观察力不够，护关呢、欸？护关，因为我有宝物，所以比较高。好，丢炮台。我没有合约，买个宝物再出去打。传教士。哦，存档。可是非洲两个都会打我就对了。哦，出港开闸咯。哦，炮击他，等什么？哇！什么船啊？西班牙大型商船、啊、还有这种东西？西班牙方形帆大商船，哇，还有这种东西 ？Oh my god， 方形帆大商船啊，所以也是西班牙大型，但是它是商船。这样好像欺负弱小，好开心哦！终于也可以欺负弱小，哎、欸，我会不会打成啊？我、哦、突然好想换战列舰了，这样欺负起来，好像更过分。我等等会不会打得太开心，又把它解体了？哦 ，KO！ 哦，水手不太够。好啦，签个合约，我这次留20%，这样总不会解体了吧？再解体我也没办法。留二十二，哎，留个19%哦，好，留20%，这样省一点钱这样。这应该不会一定要打爆吧？友好度11啊，交战中都很低啊。欸，我要修船了。修船。我先把那个港拿起来，不然以后好麻烦。哇，现在逆风。哦，烦哦，我讨厌逆风。逆风，想会不会开到外太空去啊？不会啊！哇，逆风！真的到得了啊！快快快！他应该不可能把它补回来吧？至少没有那么快把它补回来。欸，补回来也好啊，我把它打爆的话又就 10% 了。欸，到了吗？快快快，刚好没水没粮。我哦，你这边发展度加深哦，没有，那是地中海。都会奇怪跟我开战来跟我加深友好度，你有事吗？这边可以全买。啊，19，哦 ，KO， 那还有几个港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那个岛上面那个没有人。斯丁利安冲炮台，这样好奇怪啊！好，不管，现在人手有多。虽然还没有多到很多，
有多余的人手呢？你还是依然我把它调到副官。我操，来呀、是多喜欢打呢？哦，西班牙大使，他有多少钱？260万。哦，战斗。半开，全开，半开，现在准头都好差。哇，欺负弱小，超爽的。难得有机会，他偷买回来，难得有机会欺负弱小，这样他也会补回来哦，太不开心了，水手不够，木器，好，先这样好了，不要逼我把你买光光。这边啊，还来啊？你好烦哦！真的不是我在说你，哇、他补回来了，我把他打得剩一烧好不好？哦，战斗，我还没修船就跑出来，那怎么有那么多钱一直换船？看一下他钱有没有少，有少了十几万。好的，所以他买船有扣钱，电脑没有作弊耶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好，剩一艘，掰，不跟你玩了。哇，被打得有点痛。这一艘船能干嘛呢？呵呵呵。旁边是谁啊？问号。为什么你还有第二舰队？傻眼。让存一下。该不会我要独挡了吧？第二舰队可以打成，哇！这么快就被威压了，好扯哦，好扯哦！你们这些水手，那个不知道是威压还是什么，反正他就投降了。军事投资，这样我觉得我很快就破产了，200万不够啊。输了，好扯哦！哦，修完了，交易黄金，对，我没有那个主祭祀，卖掉。我记得咖啡很贵啊。好，再站两个港，我再去给他那个停站，然后再补一下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友好度哦，友好度哦，好难记哦，友好度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世界上有友好度这种东西吗？快到了，这样我还要到了吧？哇，这个一搞投资，我的钱就快速减少。
我已经消失了四分之一了，这边能补回来吗？好像有点难。赌箱，哦，哎，这边还有一个吗？他剩下下面的航线，欸，上面那个港我还没去过，不然他应该港是亮着。哇，又逆风而已，谁啊？又跟我家生有好度，我一个问号，是谁？不要乱家生有好度好吗？有点吓人啊。这个军事好了，奇怪，怎么现在都用军事？军事投资 ，OK 哦。然后再刷一下开普敦的，还是这个港也去一下。先来莫桑比克嘛，但在这个之前，我先交易一下。这边已经有乳香了，失算。哇，这样就直接让过这个港，前进莫桑比克。我好像没有在那个港里面晃一下，说不定有剧情还是人物什么的，忘记晃一下。往下有米哈伊尔，哎，还是算了。问号，谁啊？是这个那个伊斯恩，是个老头。咦，上次剧情好像不是这样。决定了跟你们走。揍他一顿吗？啊，不是海员。哦哦哦。知道项目的详细情报。点击项目情报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宝物的情报了。所以他不是传医啊，是一个考古学家之类的东西。东西欸，我有坏话了哦，还没有收买，但是有坏话了。卖东西。所以买这个。乳香不对，买咖啡豆，哎，我买咖啡豆也不对，我想想，我先去补一下，还是留两个港让他交易算了，补一下开普敦，然后再开上来，再过去，哎，我都不知道我是在讲什么。开上来再过去那座小岛，那个港叫什么？我不记得了。那宝物也没买，蜜蜂窝，没了。原产物，所以拿到原产物还有原产物的剧情。原产物不止一个，所以还可以一直拿到啊？不是这样的吧？回来再停站好了。然后又会遇到他的船，对不对？来开打。没有。那他的船哪里去了？两个
不会都在这边吧？两艘船战斗，嘣！欸，他的船是不是又补回来啊？这是第几舰队啊？我看一下，第二。咦，第二不是被我打沉了？然后剩一艘，不要跑。我只让你留一艘，好，饶你一条小命，走了走了，然后要连战对不对？他后面应该还有一个第一舰队，这个风向好烂哦，完了，我的水跟粮食不够。逆风加深了友好度，哦，有，这个风向不错。把别人的港打一打，然后再来停战。咦，水没有了，粮食没了。这次没有村庄，喂，我没有水，没有粮食，你这样对吗？把他打成了，他船就补一艘回来了，所以不一定要全灭才会补船。没有水，没有粮啊！就不要动好了，停船，打爆他！哦，哇，他等等又变四艘。军事投资，这样投好像没什么用哎。啊，不要浪费钱，我觉得他跑回来的话又把这边站起来，说法啦，没有测量员。哇，进度比我想象的还慢哎！还来？在哪里？第几舰队啊？怎么靠北？第二。哦，完了，我快走好吗？不能靠港啊！手动开啊！哦，我讨厌手动开，不要打沉它，不要。不要打爆他，不行！哇，烦哦，还要留守。哦，让过去了。他逃跑了，我操！这样我要不要回去补一下？他逃跑了吗？哦，又来了。哦。这样我有自动航行，好，水手不足啊，因为我被他打到，连自动航行都觉得开得有点慢了。今天连一块都没有过，奇怪，我到底在干嘛？还有多少船？打到剩一艘，三艘，甲板，战斗，哦，上！哇，这个风向不好，还是把它打爆算了啦。那刚好在这个港啊，我也是千百个不愿意啊。不要打那艘旁边的，对，这样他还有一艘烂船，真是太聪明了。他怎么逆风哦？好扯哦！
我船就这么不见了，他的大炮有那么强吗？哦，不行，我要追上去吗？哇，下面那艘放生的来偷打我。哦，沉！哇，哎，好烦哦！我觉得回去还会被再打一次。哇，哇塞！哎，哦，你好烦哦！这是第几舰队？二哦，啊，二打爆打爆！看我没水没粮了，不跟你玩了。他应该不会解体吧？记得他有20几%，有没事。好，我可以靠港了哦。啊，不容易啊。哦，停战停战，打完然后港买一买，居然在停战，他会跟我停战吗？我也不知道诶。嘿，然后。投资一下吗？把它弄那么剩10%。喂，我他也会买耶。我留你10%，要灭掉就好。清算。我是不是参谋没有弄人？还是他是副官啊？所以清算是看副官的。清算清算，把人打一打，然后他在那边清算，可以好了，清算。喂，不能清算。喂，拒绝停战欸，哇，吓死我了。真的吗？不能停战吗？啊，这样我就要一直让他在那边跑。哇，退回。喂，成功了。所以是看几率了就对了。哇，所以要权威啊也不容易啊。哈哈。欸，友好度是零，为什么？我一打爆你哦！剩下一个舰队，还要跟我这样玩吗？哎，我只想弄个威压，怎么这么难？看几率了嘛，所以多弄几次总会成功。哦，终于，好，然后补一下友好度，等级上升。啊，结果他等级上升最快嘛，因为我一直在那边清散。哇，这边有咖啡豆啊，为什么大家都有咖啡豆？为什么都买到两个港重复的东西呀？啊，哎，我要补到多少？我想一想，弄到50好了。我也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到50，反正补到不能用啊，然后我就要开走了。唉，我是不是留给他10% 太多了？啊，不管了。唉，明明是我打赢的，居然还要在那边送清算的信。喂，水手不够，修船。
你好意思这么说吗？唉，请喝酒，梦比水手。哦，然后下一个我看我记不记得，去抓一下猫啊。反正哇，807了，要改一下船舱吗？应该还不用吧。12天，最远的那个非洲跟是非洲跟新大陆。啊，这样应该够用啊，12天。最远的第二远的非洲已经结束了。还有一个最远的新大陆。哦，出港。旁边那个先来一下。咦，可是我现在势力第一了，怎么还没有出现那个霸者之阵哦？霸者之阵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那个应该叫霸者之阵的事件都没有出现。哦，买好买满，你通通没有特产。What？ 巴萨，我觉得副官是要换一个人啊，一直看那个老头。好吧。啊，其实也差不多啊，就老头就老头。可以，克里斯汀还可以做副官吗？可以耶。他副官排第几啊？排不上名。说明第100。啊，没办法。数值高。只好继续用了。哦。对啊，这次不要买乳香了。好，汲取上次的教训。那犀牛角会不会犀牛角更惨？我不知道。犀牛角应该不会比乳香惨吧？我现在可不可以组地方舰队啊？看一下，船坞不行。到现在还没有人突破150，这有点夸张。他知道什么150啊？我突然忘记了。地方舰队统御力150，都没有人有吗？易安有啊，易安155这样为什么不行？还是我找个造船厂来试一下。其实也不用造船厂，先把我的一艘船放船坞看可不可以。没道理，我没有办法设地方舰队啊。最后一艘。可以了 ，OK。好，那我在这边组个地方舰队好了。啊，回来。哦，所以是我那个船坞没有船，所以不能组啊。哪里有造船厂？莫桑比克。要用很好的船吗？还是看有没有？便宜一点的船，然后又跑得快，这个要求会不会有点高？哦，巨额投资，哦，买船哦，你的船好烂哦，6万块，还是买个6万块，好啦，买5艘，30万，看一下我会不会改一下。改造，
凡，还是凡，装炮台，物资仓库全部不要了。兵士，哦，炮台，哇，这样会不会被我改一改要10万块？17000，这个5万这样变7万，物资仓库，啊，一定要，哇，不行啊，不要炮台好了，炮台太贵了，一个炮台要6000块。欸，不对，这个炮台更贵，为什么？哦，所以炮台超过一定数量会很贵。17000，这样6万块哦。六万吧。1、2、3、4、5。地方舰队应该不需要物资仓库。好，就这样。哇。哦，定造定造，这样应该要7万了，我觉得。哦，哎，多少钱？83000。哇，啊，怎么样？哎，谁占领了我的绿角？绿角，不，你又投降了。哦。组个地方舰队，又是依然第一个舰队，每次都是他。好，海域委任圣乔治，啊，就这样啦。我钱越来越少了，我快破产了。我。刚才去那个港没有买东西哦，我在干嘛？祖母绿啊，不对，我有买啊，然后来回来卖掉了啊，没事的，咖啡。突然忘记我有买东西，然后回来卖掉了。那现在应该赚不了多少钱吧？我觉得可能有个。10000块就要脱销了，交易哦，赚快2000，也是快2000，不要用乳香，其他都好。物资太少哦，我觉得我今天大概把猫拿下来就差不多了。不对，我去那边的话，应该还是要帮亚丁打那个，唉，头很痛呢。黄金，从贵开始买嘛。红宝石，喂。啊，跌破100万了！哦，出海，又要手动开船啦！也这次不要跟亚丁同盟好了，换直接开战好像蛮麻烦的。而且我现在，哦，我损失了2万块，我没事没事，他只是买了货物，然后还没有卖。损失2万块，应该不是真的损失吧 ？What？ 哎，怎么没有看到港口？哇，已经被武丁占领了。好，你也在干嘛？霸者之政。你这个好像上次也有看过。
交易，哎，没有合约，我好烦哦。这个我现在好像也没有办法用那个收买，头很痛耶，无法收买。喂，开普敦，哎，他也会哦。靠，被弄坏话，这样等等等等就被他买下来啊。果然想把他困在一个港是不可能的，他又用这里，算，2%而已，可以弄多少钱？我怎么莫名其妙就这样让船一直开？我在干嘛？没水没粮。哦，我在痛啥？欸，应该在这边啊，怎么没有？哎呦，亚丁港，欸，就是这里嘛。哦，都不能赚钱。这样头很痛啊。你猫是在亚丁港旁边吗？亚丁港左上方河道2335。这样可以直接找到吗？23亚丁港在这边哦，2335，完了，我觉得要试吗？好，调整一下水手，最低人数。一半，20天来回 O 不 OK 啊？靠，我该不会因为水手太少挂掉啊？应该不会啊。哦，21天了，我先把疲劳消一下。坐标是2335。没错吧？2335，好，希望有啦。虽然还没有给那个提示说，哇，左上河道，我先来挖看看啊。之前只有来挖那把剑嘛。2335。靠，你还损失5000块，他还没到吗？不然怎么一直赔钱？欸，到了，2335，失败的话，我的公证进度又要消失了，因为我要独挡。消失也好啊，这样就不用在意什么公证进度了。2335，到了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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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喂，收！靠，这范围好小哦。我，欸，没有欸，所以一定要那个流沙，还可以再说一点吗？2335，24了，好吧，这样没有欸，所以一定要有情报出来才能来找。我啊，死了啊！36了。哦，没有。哦，救命啊！傻了。哎，我应该要地中海，他没有连起来。救命啊！所以要有宝物情报出来找才有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这下大雨应该有水吧？下大雨没水。哦，赚了4000块，超级少。哦，天旋地转了。
啊，我随手死了啦！还不成，我要挂在这里吗？我按错了。呜，差一点点，让我回去。差一点点啊！哦，到了，可是这不能够随手。八七哦，唉，我疲劳。啊，平均啊，哇，这样速度很慢，没有水手啊，我绝对不是在漂流练功，我只是想去找个猫啊，结果没有情报找不到，没办法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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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哇，那我今天要怎么办？让我想想，差不多要收了。下次好了。哇，飞走开。我要去非洲。也要损失20000块，好扯哦。游戏无锁，打不到啊。哇，等等再打。哇，怎么今天收台诸事不顺？行啊，我要离开这里才有办法去赚钱。天哪、啊，哦，先开去那边补给一下。哇，好快。哇，他又损失20000块，他到底干嘛？该不会是在投资之类的？哦，然后没有水手，下次玩的话我还要再开一遍。啊，下次好了。我先回非洲，然后收台再赚一下钱。哦，这只好这样了。欸，逆风啊！好逆的嘞，这个风逆的，哇！救命啊！这个风，我是不是应该换个什么有桨的船之类的？听说逆风也可以有一定的速度啊。哦，收支报告哦，赚了50000块。欸，这样好像又不用回去了。欸，那赔了2次20000块，终于赚了一次50000块。好，我先回来补水手啊。欸，这边有个港。欸，这边有个港。地图上他现在还在那个东南亚。哦，补个水手。哇，可是我地方舰队有赚的话，这样我还要在那边刷钱吗？我想一下。好，我刷个几百万啊。哦，好吧，今天就先这样好了，那就收台啦。哦，今天有点惨，一个那个什么，要准备威压被我打爆了，嘿，准备威压不对，有一个要留着被我打爆了，然后那个猫也拿不到，好，就这样收台啦。